们要来推广的就是鸡蛋溯源的那个认证标签啊。以后我们买鸡蛋，散装鸡蛋还是盒装的鸡蛋，上面都有这个溯源的那个 QR code， 只要用手机的那个扫描的那个功能一扫描，它就会出现我们的产地。哦，那个是哪一家制造？好，那我们新区的12号是工业香鸡蛋产销第4班哦，我们的三。